老板，在吗？你在吗？像不像啊？私人大别墅。像呀。1000多吧，现在基本上有个4000多吧，包括因为每年的话也是在逐步提升。我们这个地址包括于青龙峡干城子歌词山产区，包括我们有一款酒它叫干歌词山产区的。现在的话，我们现在酒庄的话，我们自有的话，葡萄园的话一共有500亩，包括我们这帮的话品种的话有赤霞珠、美乐还有马斯兰，我们可能就是主要赤霞珠，你吃的赤霞珠为主。包括宁夏，包括贺兰山东路，就干城这个产区的话，它属于昼夜温差比较大，包括白天的话日照是特别充足的。包括我们现在葡萄园的话，我们年产量一亩地的话，产量的话也是有控制的。一般的话，这帮不控制的话，一亩地的话，基本能产到1000到1500公斤。我们的话，一亩地基本上也就500到600公斤。我们现在的话，经常我们现在就是我们酒庄来整体来说的话，我们销售这方面可能最好的话，应该就是我们蓝山伯爵，它是赤霞珠，一会我可以带大家品鉴一下。哎，你看这个的话，是我们基本上从14到14、15、16、17连续4年的话是德国柏林金奖。我们14、15、17是3年的话是布鲁塞尔金奖，16年的话拿了一个大金奖，全国一个大金奖，包括整体来说的话，我们就中国就包括上次布鲁塞尔大金奖的话，中国一共就六款酒，我们就其中一款。好，我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这个。好。这款的话就是我们高校获奖的话，就这个蓝山伯爵。对。哦。我可以带大家看一下。不知道这个设备不知道你见过没见过？这个基本酒庄肯定都有吧？包括我这个可能就一级筛选了。你要再来3天以后，10月3、4号来的时候，可能包括你们看到我们要包括采烟筛选，都一级筛选，2边的话可能就要站10几个人。嗯。包括下面有灯光的，包括你是服务啊，我们这这是就属于一级筛选。嗯。这就属于出口，因为我们刚刚是整串，到这的话就是出口完以后就是整粒一粒一粒，两边可能还需要筛选。沥血，对，这是我们是整粒入罐的，就是一粒一粒整粒入罐。这个地方破皮吗？啊，这个地方破皮？这个、破皮不破皮。我们是整粒入罐，不破皮。整粒啊。等一下，我给你讲一下，因为我们是用采用的冷浸渍，哦，整个发酵。对，整粒发酵。不过从这上直接就入罐，就是我们这下面的罐头。整粒跟整串还是有点区别。对。其实现在包括采用重力酿造法的话，是酒庄比较少一点，包括这两年刚。包括我们后期的话，发酵完以后，包括下面最下面一层是橡木桶，包括这边的话也是自流体，不用泵，尽量减少设备的话，对这个喝酒的损伤。就其他的品种都已经采完了吧？我们这都没有，都没采。对，我们每年吧，因为我们现在梅洛也没采。没有，我们都没采。它可能就错了几天的话，它都不一样的，风是的，它放的都不一样。是你们这边就是晚采收的比较晚的，还是说整个青铜峡采收都比如北边的那些要采收的晚呢？整体来说的话，青铜峡的话，这边的话可能采收稍微晚一点，因为包括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跟我们附近可能就几公里的距离。嗯。有可能两个帮的话，比如说他那边有山胆呀，有贺兰山，包括有真红带，他们可能成熟的比较早一点。我们这边可能成就当然就几公里，因为都要测这个啥，包括我们含糖量各方面都需要测试，可能就几公里，但是采摘的时间都不一样。这里比较冷凉一点。对，冷一点。可能采摘的时间都不一样。我们没有特别大，比如30吨、50吨的罐，一个是我们产量可能也比较少，第二个来说的话。我们全部采用的5吨、10吨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做精品酒，做精品酒的话，包括就比如说冷浸渍呀、热浸渍呀这方面，温控要求特别高。就温控要求特别高的话，如果采用大罐包括它上下可能温差是有差距的，有差距。所以说我们全部采用的小罐，我们全部采用的小罐，包括这方面的话，包括我们这就是啥冷浸渍的一个袋，包括里面是冷却液，对，这我们就叫。
对于这边来说，炸鸡还没到。对。又下一桶。这边有个管道，管道我们刚说我们属于自流体，就是不用泵，往这个里面直接靠压差，因为它在上层，它全部靠压差。美洲话因为橡木桶它有挥发的，然后美洲话基本上我们包括我们工人的话每周都要签的，对对对，因为它要保持一个满贯，所以说我们现在基本上每周的话都要需要签酒，可能就是往过说这一桶的话基本上能出300瓶，但是我们实际要签的话可能就不是300了，是包括我们橡木桶的话基本上都是14个月，就是我们酒的话就近14个月，有的可能短一点，但是我们80%是新桶，29%。然后我们上面基本上都行，下面是压子桶，包括这个橡木桶的话，基本上也就是个用的2到3次，有可能有些酒的话，比如说我们价格稍微干啥一点，可能4次。哦，对，基本上用2到3次，包括一个橡木桶。我们橡木桶的话，全部采用法国橡木桶。对对对，我们基本上橡木桶完了以后，再过滤，过滤完以后，然后是灌装。我们灌装的话，因为灌装的话，包括它有设备的话，对葡萄酒是有损伤的。包括我们灌装的话，这个瓶子可能还要瓶储半年以上，然后再切掉，再进行打码，对对，再进行销售。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的话，这方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蓝山伯爵获大奖的，包括生态特选15年的生态特选。这个介绍的还挺详细。对对对对，包括我们现在土壤呀，包括什么腾架方式，独龙干。对对对。啊。浸皮放20%放血，很详细。对对，好多就是做酒的说，哎，这个不用再自己多介绍了，对对对对，不用再去查资料。对对对，因为我们现在脚下就全给我们泡的。哦。包括我们现在的话，自己有500亩，它包括这边，就是咱们能看见这边，包括马路那边也是我们的。对对对对对，那是我们之前老园子。这边的话前几年也是葡萄树，后期的话我们可能这边的话，因为打算计划搞个民宿。哦，您打算民宿打算建多少间啊？哎呀，现在是客房嘛，怎么也得有个2000。因为现在最早计划的可能是说这边搞个那啥集装箱民宿。集装箱民宿。对对，包括后面过来好多建议，所以说一直在改。变颜色高地式集装箱。那边的话本来还有3栋别墅呢，包括有些人说你不要建别墅，有点浪费了。对，的确是、啊、所以说一直在改，包括有人过来他也想在这边也投资一桶，包括我们就对外地可能比如说购买35000块呀，酒的话可以比如说免费住宿几天呀，好难的，咱们的工艺人抓的还是挺好的。对对，因为我们庄主在宁夏的话种葡萄是特别出名的，每年的话5到6月份基本上就是全部订购完了，就是要再吃就没葡萄。现在还卖吗？现在还有，因为我们现在的话14年建的话，我们现在是就是一部分的话，一半的话基本上我们在出售，一部分的话是我们自己在酿酒，因为我们刚起来，包括慢慢还有资金呀各方面，因为现在你建酒庄的话基本上要3年了，比如说我们从采摘、种植、采摘，包括发酵，2到3年才能出售，所以说也是比较压资金的。为我们庄主为什么要就是建个酒庄呢？可能之前的话，他葡萄一直卖给别人，包括买我们葡萄酿出来酒，它品质都是特别高的，包括都能做打比赛。有人给他提议，哎，张总，你为什么不自己建一座酒庄呢？我认为全天下你应该建酒庄，因为你葡萄种的最好。哦，因为好多的话，现在酒庄的话，其实大部分酒庄的话，之前干房地产的呀，干开干啥，这种比较多一点。因为我们庄主是他自己种葡萄，种葡萄出身，种出一座酒庄，种了很多年葡萄。对对对，这个尝一下我们喝。可以。这是赤霞珠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啊、哦，看这个叶子，那你已经学会。宁夏的话，现在就是葡萄成本有点高了。哦。因为我们这个。行，这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我们尝一点就行，别浪费。我们这边葡萄，它酿酒葡萄的话，我们庄主它不过花后摘心，它主要的一个体现的话是果粒要熟，果粒要小，果粒要。冬天要买土，夏天它需要干嘛？然后冬天呢，我们再要防土。行，进后边进去吧。
这是2015年的崂山伯爵，这是赤霞珠吗？赤霞珠，100%赤霞珠。它是树龄的话是14年的树龄，进橡木桶的话是14个月。嗯，这是我们酒庄简称的一号酒。这款的话是我们2018年才马瑟兰，我们这款的话基本上每年的话基本上，因为我们2018年才开始，一年的话只有5000瓶。哦，这是马瑟兰，这是进橡木桶12个月的。对对对，全部这个包括我们也是蜡封的，对啊，黑标是吧？正面是。对对对对，黑色的酒标。对，这个挺好看的，是差不多价位是吧？嗯，这个属于家族珍藏，因为它量更贵。这个是698，这个是598。量少。对对对。啊，这是我们庄主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张总，张总，你好。刚来领导了啊，来领导了啊。好的，好的。嗯，好，欢迎，欢迎，欢迎。因为我有领导，完了大致说完，等会他们还有一帮品酒，我大家一起来接待大家啊。好好。我们崂山伯爵是这样的，我们最早的就是崂山伯爵。嗯。崂山就是贺崂山，伯爵就是贵族的意思。因为我们刚前面我们上去讲了面啊，跟大家我是种葡萄种出去做酒庄，所以我们葡萄在我们当地是比较尊这个贵重的，是市场价的4倍。所以我们就是崂山伯爵，伯爵就贵族，我们希望我们这款酒能成为我们贺崂山的贵族。嗯，希望喝到这款酒的人都能成为贵族，嗯，所以我们拥有了崂山伯爵。嗯，那么干戈是我们当地一地名，你看旁边有西格酒庄，嗯，干城子格子山地区，它是地名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是我们法国的什么上梅多克、下梅多克，它以地名来命名的一款酒。嗯，但是我们也是从这个价格有区分的。崂山伯爵是我们酒庄的，就说是相当于我们正牌，嗯，啊。那么干戈相当于我们副牌。是这样的，嗯啊，但是崂山伯爵里面我们又分了我们的家族珍藏、嗯、客气珍藏，嗯，还有我们珍藏，嗯啊，你看我们这是家族珍藏，啊，这是我们客气珍藏，这是我们珍藏系列，对，这是珍藏系列，珍藏系列，嗯，那么家族珍藏在整个酒里面它是比较高的一个档次，嗯啊，但是我们的酒实实在在的，你们要醒，刚打开是吧？对，你们醒半个小时以后喝，好，你会特别喜欢，喜欢的不得了，好，对吧？放这儿，你们一定要多来。第一次来是吧？对，第一次来。以后一定要多来。以后的酒庄名就是以后起来，明年就可以多来酒庄了，对不对？是，喝着我们的酒，吃烤全羊，看着星星，对吧？我们平时给从低向高品的，今天你们来，我们就直接喝最好的酒。这我们从酒窖刚拿上来的，一般都不给了。啊，好，行，你们先品，等会儿再讲。你先忙，你先忙。